我们日立造船集团一直在地球某处持续工作，24小时片刻不休。例如垃圾焚烧发电，将大家不用或扔弃的物品转化成能源后，再供给到各家各户。日立造船集团的垃圾焚烧发电装置，可有效地把垃圾转化为电能，已经在世界各国拥有大约850个项目业绩。任何时候，都在地球某处持续把垃圾转化为电能。这是大阪市、八尾市及松原市环境设施工会的东电工厂，已经实现了发电效率超过20%的高效率垃圾发电。包括东电工厂在内，全日本有52处运行，总发电量约为283万千瓦，每年大约减少1253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一般认为，垃圾焚烧发电作为不使用化石燃料的能源，将会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电能。我们作为日本首家建设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领军企业，将向全世界推广更高效率的设施。日立造船グループでは、世界で約850件のゴミ焼却施設の納入実績があります。設計・建設だけでなく、オペレーション・メンテナンス、さらには長期運営といった事業に取り組んでおります。日立造船イノバ社とは、テリトリーを分けながらも統合した事業戦略を構築し、事業を推進しております。在欧洲、我们以位于瑞士的日立造船伊诺巴公司为中心拓展业务。该公司很早就致力于垃圾焚烧发电，以欧洲为中心，已经拥有近200个项目的供货业绩。英国克利夫兰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也是其中之一。在垃圾填埋比率仍然很高的英国，正在抓紧向垃圾焚烧和能源回收处理过渡。我们的技术不危害周边环境，发电效率良好，因此在该国也获得高度好评。We chose Hitachi Zosen Inova as a partner, primarily because we have previous experience of working with the company, very good experience. That decision's proved very positive, as the facility and the technology which they've delivered.Has proved to be very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in terms of operations. 今后，垃圾焚烧发电预计在苦于垃圾处理问题的亚洲、南美、东欧等地区会有很大的需求。而在印度，已经由日立造船和日立造船 Inova 联手启动了首个项目。Hitachi Zosen Corporation already had an office near Delhi.In India, so it was quite easy for us then to set up a new branch responsible for the waste to energy plants. And we can also use the technology know-how from both companies to develop the product exactly for the conditions and the needs for India. 除了现有的垃圾焚烧发电外，我们还将满足垃圾处理中的各种需求，例如。使用空抛 gas 技术，将厨房垃圾变为肥料的同时，回收甲烷的沼气成套设备的建设等。日立造船集团在本领域以世界第一为目标，计划今后在力求符合各国垃圾处理要求的同时，向全球推广涉及循环利用的综合性运营业务。我们将地球的垃圾与能源衔接，力求实现环保型社会。
我们还积极推进利用风力、太阳光及太阳热等天然能源的发电业务。青森县东通村的风力发电站有六座2000千瓦的风车，已正式投入运行。今后，我们还将致力于风能资源最稳定的海上风力发电。我们也在关注太阳能，作为其中一环，在位于濑户内海的阴岛上，用10000块光板建设了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站。并且将要求高精度的太阳能板制造设备也纳入产品阵容，积极促进太阳能的普及。日立造船还正在为实现循环型社会做贡献，在中东各国建设海水淡化厂，汲取海水制成饮用水等生活用水。我们以缺乏水资源的国家和离岛为主，负责在全球建设40多座海水淡化厂，供应足够约400万人使用的生活用水。可实现稳定供应饮用水的集水处理系统，将用过的水还原的下水处理系统，从工业废物回收沼气和磷等有益资源，日立造船在这些水处理领域也提供各种系统。作为保持船用柴油机废气清洁、不污染空气和水资源的环保技术，我们开发了净化装置船用 SCR 脱销系统，应用日立造船为成套设备开发的去除废气中氮氧化物的技术，在世界上首次从船用柴油机废气中成功减少80%以上氮氧化物。日立造船一直通过桥梁、隧道、水闸等基础设施建设业务，保障舒适的社会生活。其中，在城市过密和建筑物老化的背景下，对用于建造地下隧道的大口径盾构掘进机的需求日益上升。西雅图的大规模地下汽车道路工程，横穿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隧道，以及印度的地铁等，日立造船制造的盾构机在全球大显身手。此外，用于成型汽车车身等部件的大型冲压机，也因其优越的性能赢得全球汽车厂家的信赖。日立造船在核电安全相关业务方面也发挥技术优势。我们制造的屏蔽罐和废物桶核伐料储运罐取得了以严格著称的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设计批准，今后将向全世界提供旨在守护核燃料安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日立造船在食品和医药品等生产系统方面，全方位提供兼顾安全性和生产效率的系统。罐装包装生产线系统，致力于采用称重式罐装机的生产线构建，能够既卫生又经济地生产饮料、调味料、乳制品及酒类等产品。利用电子束进行塑料瓶罐装前的消毒，
是一项无需使用大量药剂的环保技术，能够轻松检测瓦砾等辐射的检测器。日立造船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如可监视生产线的图像装置等，努力把社会梦想和可能性衔接起来。日立造船与日本政府合作，共同开发了可在海上观测海啸的 GPS 海洋观测系统。在东日本大地震中，该海洋浮标的观测数据曾被反映于海啸警报中。此外，我们还开发了可按照海啸和风暴潮水位连续立起的防潮堤和翻板闸门。这不是依赖人力和动力，而只靠海啸之力防止海啸的划时代系统。翻板闸门除了海洋设置型之外，也有用途广泛的陆地设置型，可减轻因河川泛滥或集中暴雨导致的灾害。世界で頻発する自然災害に対して、日立造船では GPS 海洋ブイやフラップゲートなど独自の技術を開発し、これを世に広めることで防災減災社会の構築に貢献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日立造船还一直在挑战新技术的开发。我们的技术研究所正在制造垂直排列的碳纳米管，并致力于其量产技术的开发。这种纳米素材具有优异的电气特性、热特性及机械特性，有望运用于各种用途。以产学合作研究的方式，在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设立黑磁生物协动研究所，推进开发从杜仲中提取和精制的生物高分子杜仲弹性体。杜仲弹性体有望运用于体育和医疗产业等需具抗冲击性的领域。此外，我们还致力于焊接技术和表面处理技术的开发，力求实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将大阪大学焊接科学研究所的先进焊接工艺技术与我们拥有的制造技术相融合，积极开发出可加强制造能力的焊接技术。为了保护地球环境并让生活更舒适，日立造船将通过各种研究衔接未来。我们希望从制造和工程技术型企业转向以技术力为背景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的综合供应商。日立造船将继续以各种各样的技术挑战地球与人类的衔接。